除了荷兰的皮卡莎之外，其实我们这次也邀了一个也还蛮剧场式的演出，叫做雅高森吉舞团。是他们很特别，我昨天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他是从一个男生起床然后穿衣服进了厨房之后就开始演出了。雅高森吉舞团呢，他们很特别的是他们的创办人就是一位舞者跟一位吉乐家，是，对，然后他们创团的概念就是希望能够探索就是吉乐跟舞蹈之间的一些互动，他的艺术性跟他的幽默感这样子，所以他们在这次来台湾的演出呢，就是两位吉乐的演奏家，两位舞者，可是呢他希望观众呢其实是分不出来他们到底是吉乐演奏家或者是舞者的身份，非常融合在一起。对，而且呢他们的演出都是一个剧码一个剧码，一个完整的剧码的来做呈现这样子，然后所有的舞台装置配合一些悬吊或者是灯光的设计，动作跟演奏完全融合在一起。可是呢它的感觉跟刚刚那个皮可莎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每次看打击乐其实都还心情会很开心，你就会看到各种无限的可能。是，不过这一次雅高森来不是我们刚刚看到影片里面，对不对？有部分的片段是，对对对。然后这一次他们就是整出剧嘛，这是他们其实是第一出完整的剧码，他们已经在世界各国巡回很多次了，对的，很经典，就把他们经典的剧码搬来台湾。好，讲到法国，其实还有这次还有另外一个团，对，是法国里昂，对，法国里昂键盘打击乐团，他们主要呢是以键盘打击乐器，也就是木琴、铁琴为主，可是呢，他们也会加入很多的其他的打击乐器，比如说鼓类乐器啊，对对对，还有一些其他声响的打击乐器，他们也会融合在里面。当然，他们一个很大的特色是古典改编，他们将很多古典，比如说是钢琴曲，他们这次会演奏德布西的前奏曲，他们把它虽然是可能是一个人的钢琴独奏，可是它可以改编成五个人演奏的打击乐团版本，就整个把声响立体化、丰富化。然后呢，他们也擅长改编自己一些的古典的交响曲。当然，这一次半场是古典改编，他们也不断的持续有一些创新的作品出现，所以他们下半场也会带来他们整个半场的创新的作品。前几届有一个很重要朱老师的想法，就是要求每一个世界各国，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团体来台湾，都要演一首台湾的作曲家的作品。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端，